台西六十九点照顾地方的湿地湿林店者，提供一处空间，让长辈当互相交流，学习新知识。这间老师用食材请查某入菜，制作出风味特殊又搁营养丰富的请查某乌龙面。真侪长辈表示，请查某一般拢用来煮青草茶，真少有别个用途。透过老师的讲解以及实作，互因知影请查某的多元用途，相当的趣味。果汁机内底放的不是青菜和水果，伊是装卡青菜，拢会当看到赤查某。台西落地基点即间安排老师带着大家用赤查某制作出特殊的赤查某面，因为赤查某是制作青草茶材料，因厝长辈拢真了解伊的用途。不过拢是第一摆将赤查某入菜，这特殊的烹饪和口感，让长辈拢相当喜爱。嗯，阿行食，搁阿行学，过完只老岁阿行叮当。口感袂歹啊，口感像咱咧咧做迄落炒啊粿安尼，迄款安尼做起来袂遐好食，哼哼哼 ，Q 啦，搁袂苦苦，应该炒炒外苦苦伊搁袂，气味含咱食迄无同，含咱普通去买无同。吃查某体迄好食，吃查某黏油黏黏，对身体真好。啊，像咱来去下钓日吼，闲闲咧黏黏的就好，做面好食。伊咧做菜，咱就做菜咧。迄个请查某吼，咱个时代拢会知影是足好个啦吼。因拢来遐青草啊地啦，啊想讲今仔日吼来，互因做无同款个体验吼，啊咱就家当作是青菜，会当来家做乌龙面，淋落去面内底，互伊做伙食。啊，所以即全营养个南苗啊，全部拢加加做伙搅落去面团内底，嘿，啊所以互因做无同款个体验，食无同款个滋味安尼，嘿。啊，因个时代拢毋捌体验过，所以因嘛感觉足趣味个。赤查某规丛拢会当使用，花蕊更是有真侪营养分，对长辈身体健康嘛真好。老师表示，将赤查某拍做汁，加入面团当中做成面，除了色彩看起来好看，嘛让长辈更加好来吸收其中营养。咱这迄个赤查某吼，因阿妈拢讲较退火啦吼，啊，所以伊内底有叶绿素吼，啊，所以就是个微量元素。哦，啊，所以就是予咱个时代食起来会当予伊补充咱个身体个维生素，安尼吼，较有感觉有身体个健康啊。啊，而且这算是天然个上好啊。其实伊个规丛拢个当食，吼，伊个骨啊、叶啊、啦、花啊，所以它有不一样的营养素，嘿。啊，可以看起来色香味俱全，啊，嘛靠食欲，嘿。透过几点安排多元课程，然后长辈食到老有到老，嘛，予因个生活充满欢乐个气氛。记者林宏碧采访报道。